个网民号召咧，就系喺中午时分咧，就嚟呢度和你 lunch， 就反对骏阳村咧成为隔离设施。咁啊，骏阳村喺边度咧？就好简单，即系喺我哋而家呢条山尾街嘅街尾嘅呢个位置啊，呢个就系骏阳村嘅一部分啦。咁当然啦，就呢个嘅行动啦，就肯定咧就系唔成功啊。首先咧就令到一啲side effect嘅，咁嚟到山尾街呢度咧。泊低嘅車全部都係被抄牌先嚇，咁啊警方咧派啲軍裝警員咧就係、哇成條街都抄，咦？點解我哋個 zoom 係咁差嘅咧？好 ，zoom 翻後先，再 zoom 翻近，咁譬如呢架咁不幸嘅車輛啦，就喂 zoom 唔到嘅喂，哎呀，點解會咁噶？送到啦，都送到啦。咁啊，呢架车又不幸成为咗抄牌嘅对象吓。咁啊，对面亦都抄紧啊，呢度又抄紧啦。咁啊，呢边又抄紧啦，咁样。咁点解要抄呢？就是、因为咧，好多车辆咧就警方咧就系重防喺呢度咧布防啊。咁啊，我哋呢度咧就系沙田商业中心啦。原本咧嗰个嘅系位置啦，咁啊呢度系一堆着住防暴装备嘅警察啦。咁啊。佢哋係嚟自 PTU 啊 ，G 大隊嘅嚇，咁啊派出咧係非常之係主要負責人群控制嘅 PTU 咧嚟處理呢個山尾街遊樂場啦咁樣。咁啊其實大家過往幾日都突然之間對火炭認識好深啊。山尾街咧就源自於咧呢度以前有啲村叫有條叫山尾村，咁啊唔係以前嘅，而家都喺度嘅，不過唔係好知個 location 喺邊度啊。附近啊，譬如打橫嗰條咧，即係駿陽村、駿陽商場啊呢個位置，打橫嗰條叫黃竹陽街啦，咁啊就因為有條黃竹陽村，隔離咧係火車站附近有條阿貝灣街，因為有條阿貝灣村啊，咁啊所以係有唔同嘅村落喺度。咁啊，駿陽村嘅隔離設施咧，理論上咧，以我所知仲未咧就係準備，即係仲未係接待係一啲隔離人士噶。咁所以咧，居民都希望咧，叫做盡能力咧，係反對咁啊。網上就有號召啦，就話不如搞個和理 lunch 啦。咁但係和理 lunch 咧就係不成的。咁因為好簡單嘅啊，因為咧就警方除咗喺呢一度山尾街呢度咧係強烈嘅強力。呢個時候咧就啲反對嘅人士咧係攞翻啲標語出嚟喎。咁啊，以苦魚為主喎，三四十人。咁佢哋咧，而家咧就揸住啲抗議嘅標語咧，就係、是、打橫橫越過咗山尾街啊！就成個警員就冇特別咧，係阻止佢哋啊！我講錯咗，原來搞得成喎又。咁啊，有老有嫩啊！哇，好多都係小朋友，大家見到啊，啲小朋友媽咪就係小朋友。咁其實警方咧，除咗話喺度抄牌啦，同埋加強布防之外啦，喺由沙田入嚟嘅火炭路咧都設咗一個 low block 啊，將咧三線行車變成一線啊！所以你睇一睇個 Google Map 咧，都見到塞車塞到飛起噶。令到居民咁鍥而不捨地咧做呢個反對行動咧，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本身駿陽村嗰個嘅係時間表咧，就係呢個月咧就應該要咧係交鎖匙啊、收樓噶啦。但係政府上星期日咧就確認咗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確認咗係會。確認咗咧，係會將駿陽村咧變為隔離設施之後啦，咁啊警呢個即係居民嗰個嘅呢個月上樓嗰個嘅好夢咧，就應該跑湯噶啦。咁當然佢哋更加不滿嘅就唔只係上唔到樓啦，暫時更加係因為咧就咁即係呢個嘅。
安排之下，究竟嗰間屋如果真係成為隔離設施，清潔啊各樣嘢會點處理咧？咁樣。行翻上去啊！環保進陽村就係比較最近進陽村個路口嗰個位置。環保進陽村喺邊隔離嘅？火大區就隔離嘅。我呢個叫牛托街喎，係咪啊？叫牛托村咧，唔知啦。咁啊，火炭咧啲街名啦，啲村咧又有山有水啦嚇，咁啊呢個應該係。啊！幾十年、一百年前嘅火炭嚟㗎啦，而家呢個火炭咧就係高度嘅商業化啦。呢啲進陽村就其實係位於喺火炭工業區嘅邊皮位置啊。環保進陽村，環保進陽村，佢邊隔離嘢？佢邊隔離嘢？環保進陽村，環保進陽村，佢邊隔離嘢？佢邊隔離嘢？雖然警方強力的是布防，但是呢就沒有阻止個居民這個小型的遊行。他在哪裡？他在哪裡？我家裡才能開工。我今早去了大埔先的，看看炸彈啊，是不是？哦，是啊，鞋盒，鞋盒，鞋盒，他在哪裡？而家咧就行翻入去黃竹洋街啊咁啊，大約50人到啦呢度。環保進陽村，咁啊，警員亦都喺咧就呢度前面倉前面咧係有布防啊。環保進陽村。警告一些市民說現在這裡是一個非法集會，要求即時散去。警方的時候就開始警告，開了這個是大聲公，這些都是普通軍裝警員，帶頭是一位總督察。
家咧，我哋咧就行到嚟咧黄竹洋街上面吓，距离骏洋村大约20-30米外嘅地方啊，警方就喺呢度布防，唔俾佢哋咧系占据嗰个嘅系嗰艘迷向船再行啦。就見到警員咧，就手持咗胡椒噴劑啊，企咗喺最前線噶。喺邊隔離員？喺邊隔離員？還我鎮陽村！還我鎮陽村！鎮正，歡迎發言。南旗咧就係話叫嗰啲市民快啲散去啦，否則會使用武力啊！咁啊，呢支南旗咧又擺得遠啲，啲市民啦嚇又開揸咪嘅咩？比較細聲啦嚇，咁啊其實呢個位置聽唔到嘅，不過你都可以話啦，雖然聽唔到都睇到嘅嚇。咁啊，而家咧見到啲居民啦，但係依然都係唔肯離開啊。暫時咪睇到一啲好頭面嘅人物，譬如區議員啊，喺中間呢度噶。居民咧都係強調啊，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咧係出爾反爾，係認同知法犯法啊！呢個係居民嘅理解啊。咁啊，除咗舉藍旗之外，因為舉一張黃旗啊，就係警告前面嘅市民唔好咧越過警察嘅封鎖線。繼續係講公開公佈佢嘅警告啦，咁但係啲居民咧都係繼續啊，繼續嗌住先嚇。咁啊，警方啱啱咧多咗一隊啊，啱啱有校警車嚟再增援啦。
呢兩間食肆咧，都臨時將啲台收翻埋先。本身我啲台出嚟就肯定係犯法啦嚇，根據環境條例。我諗而家咧，警方終於都明白咧，個聲咧比較差啲啊，個距離幾遠啲啊。警員咧，身上係乜都冇啊！委任證又冇，行動呼號卡又冇，嚇翹埋手咧，企埋側邊，以為佢係一齊參與緊集會嘅人士嚟嘅。呢度集結的市民咧，就精壯嘅男子比較少噶嚇，全部都係啲婦孺啦，或者年紀大嘅男士啊。嗱，睇呢啲警員咧，係完全乜都冇噶嚇，又係。2019年啊，再次出現啲拆遷啊，乜嘢新聞啊，類似啊，政府咧用警察嚟去咧就係驅散一啲咧係民生嘅訴求啊。衝埋嚟會拉你嘅喎，你唔驚啊？我驚死咗啲。
聲嘅警笛聲嚇，係咪加強警力咧？再嚟增援咧？我附近好多警察㗎，本身啊，有啲居民都向後望嚇，究竟係依家唔係依架救護車嚟㗎嘛？唔係喎，警車嚟㗎喎。市民咧都係有啲口音啊，可能都係新來港人士啊。咁啊喺警察面前就話：我哋冇屋住啦，冇飯食啦，咁點算咧？咁樣咁當然警察係唔會理會你啦。好有趣啊！警察嘅鏡頭咧係影我哋噶，唔係影住個示威者噶。唔緊要啦嚇，你中意影都可以影嘅。不過我有男記者證喎，佢哋帶翻個委任證會理想啲啦。咁啊，呢兩位咧人士就係孤單啲嘅，因為後面咧後隊已經褪後咗大約20-30米外啊，40-50米外噶，就企咗喺咧就係華聯工業中心呢度對面嘅位置啊。咁啊，俾啲人影相，俾啲係行家啦拍攝。其實警防務警察頭先咧行咗入個人群入邊嘅，咁但係都冇乜引起啲咩嘅騷動啊咁樣嘅嚇。警方而家咧就將張藍旗收翻埋先嚇。咁啊，現場咧嘅係這個的氣氛又會緩和一點點，但是前線的那些五名防務警察就落了眼罩先生啊，啊食緊包啊！然後再有啲警員咧，就企近咗示威嘅人群。有啲 PTU G2 嘅小隊咧，就傾一傾啊！因為唔知係幫板咧，係嘛？唔使講咁多噶啦，一個眼神就唔知乜嘢啊！唉，咁啊，其實 Cordon 咗呢個位啫。附近有多市民就圍觀啊，啲貨車司機啊等等啦、啊、咁啊，嗰位女士更加企入警方防線都冇事喎、啊，警方又唔阻礙佢，佢又繼續喺度伸手攞紙巾抹下鼻先。
暫時氣氛睇嚟緩和咗啊，居民都褪後咗十零二十米，啊唔係三四十米啦，咁啊居民向後行先。但係咧，呢度咧，呢兩位人士繼續企翻喺度。警方叫佢行翻出去啊！呢個時候，咁啊！啲居民向後行，我都跟住居民向後行先。嗰兩位都向後跟住我哋啦。咁啊，離翻開駿陽村嘅範圍，居民可能都係希望表達意見啦嚇。都唔係想啊，俗語話啦，搏拉嘅嚇。警方亦都冇話即刻咧就採取行動住嘅。如果咧就警員咧就陪伴住呢班遊行嘅人士咧，就向翻後行，向翻住咧黃竹洋向翻住咧頭先山尾街嗰邊進發。咁其實喺湖船村有三架警車喺度噶啦。隊嘅警車就企咗喺條啲人話叫牛胡托街，唔係黃竹洋街嘅街頭啊，就變相咧就封鎖咗條街嘅車嘅範圍嘅車路啊，咁啊呢度就係三架車。咁啊，現時其實呢個黃竹洋村，唔係黃竹洋村嘅。駿陽村個問題咧就確實就同政治無關嘅，問題係即係嗰個安排係點咧？就算你做咗隔離設施啦，咁究竟要做幾耐？邊一座會先做？其他座數會唔會都住得人定係點樣？就房署啦嚇都冇一個清晰嘅説法嚇，咁啊運輸及房屋局亦都冇一個清晰嘅説法嚇。市民就係知道自己未來一個月原本可以攞到嘅屋咧，就可以就成為咗隔離設施，就無期嘅嚇。可能都話都係無期噶啦，因為即係點知個疫情發展啫，係咪先？咁但係都就算無期都好啦，或者現時嗰個諗法係點都好啦，都應該向居民啦同公眾交代啊。咁後面啲市民就話，即係一齊行一齊拉啦，大家一齊行。
其實從警政嗰個嘅視覺上啦嚇，一班真係以女士啊、婦孺為主嘅係示威者啊，用到一啲全副裝備嚇、戰術背心、戰術頭盔、乜嘢武器都喺手嘅警員咧，去即係去防守住啦，就即係如果有多少少嗰個嘅公關考慮，都覺得咧咁樣係視覺上唔係咁好啊。由一啲可能着藍衫嘅制服警察去做呢件事咧，就會比較合理啲啊，對等啲。咁嗰個即係大家都知㗎啦，啊，即係嗰個嘅係呢啲公關同嗰個嘅係畫面嘅好唔好睇咧，就唔係警方成日去諗㗎。咁啊，而家見到啲小朋友啊，都係真係哇！哇！呢位大哥揸架中樓貨車，中間擺啲嘢係冇揸住個太盤㗎喎。咁啊，有啲居民咧拖，唔止拖住小朋友嚟嘅，推埋 B B 车嚟添啊！咁啊，而家咧三美街啊、火炭河大个交通就好挤塞噶啦，因为嗰啲车啊转唔到黄竹洋街。咁啊，唔知道有个市民啊，可能唔系好认同啲居民嘅行动咧，有啲口角啊，少少。哇！手指指喎，反击全部区，反击全部区，静静先，静静先，反行工业区，反击全部区，小姐有咩意见啊？小姐，小姐有咩意见啊？喂，到附近人都影紧你就恐我，小姐有咩意见啊？你有咩意见啊？你咪唔同意佢哋啊？我哋一直都聽唔到啊，女士有咩意見表達啊？咁啊，就係指下咁佢贊成定唔係贊成，係咪其中一夥咧？定係其他原因唔知道啊？未必佢係唔同意見嘅嚇。有啲小朋繼續行，繼續行，繼續行，諗唔諗到？繼續行，好唔好？繼續行，係你哋屋企，你個個都咁咯。OK， 繼續。唔係，好啦，終於講清楚，呢個女士係唔認同嘅。睇人哋死，撲街！我有意見，我唔可以有意見咩？我問呢位女士話：佢有意見，我唔可以有意見咩？可以有意見，繼續行。意見淨係佢哋有意見。好，麻煩大家繼續向前行。係，根據警方嘅指示。太太行過對面馬路，唔該。我真係唔驚佢哋啊！係冇錯。我上，我打你噶啦。冇啊！支持啦，好唔好？驚佢哋喎。明白。佢哋唔打我咩？佢哋有意見，全香港人都有意見。係。點解佢哋可以發表意見，我唔可以發表意見咧？唔係小姐可以嘅，你過嚟講下佢得唔得？介唔介意啊？你又唔中意講，咁你又話人哋有意見，咁我諗住講幾句。佢可以。係，所以可以慢慢講。如果你唔介意嘅話，隔住呼住鏡頭都得嘅。你唔介意嘅話，我都係聽意見啫。你又唔接受傳媒訪問，好唔緊要，唔緊要啊。咁好啦，我唔訪問你啦嚇。咪真係想聽意見嘅就我哋，你贊成嘅都可以有意見噶嘛。咁我哋陪阿泰拉行多一步，一陣睇下佢會唔會回心轉意啦嚇。唔係你唔講嘅話，咁冇人會知噶嘛。你可唔可以叫一個
唔好跟住我。我可以，可以，我唔跟住你，我唔跟住你，得，唔使，唔使，唔好系，我唔跟住佢嘅。啊，你保护住佢啦吓。唉，真系好好唔知点啊！太衰啦！真系，唉，已经系想俾佢。好啦，我都承认我哋听咗好多反对意见，希望听一啲赞成嘅意见。啊，咁佢又唔愿意，咁合理嘅，可以唔愿意嘅，系咪？唉。咁算啦，冇辦法啦。所以有時成日啲人都話啊，你哋有啲傳媒淨係報道一面意見，喂，唔係我哋淨係報道一面意見啊，係另一面意見嘅人唔肯講啊嘛，係咪？我都話你唔中意講嘅，咁你咪企喺個鏡頭後面講咯，係咪？咪有警員都入埋嚟沙田商業中心啊，咪因為嗰啲抗議嘅市民都入咗嚟商，原本佢哋係原本喺中心入邊嘅，喺中央商場入邊嘅。咁呢位女士問佢啲警察邊度有口罩啊？警察就話你唔好騷擾我哋啦。其實見到啦，呢度保安風險又好低，警察嚇喺啲示威人群中間行嚟行去都係非常之安全不特止啊！真係連鬧都冇兩句啊！咁居民好冇簡單啫啊，就係希望有間屋嘅啫啊！我全部你都可以想像咧，呢班居民都其實可能大部分都並非原本係喺政府嘅對立面，因為見頭先嗰位屋企啊，我哋一齊傾兩句。而家可唔可以傾兩句啊？計唔計傾兩句啊？因為今日帶埋小朋友出嚟啦，其實本身係咪都準備今個月入伙噶啦？係啊。係。咁而家本身住喺邊度啊？而家本身住旺角。住旺角，本身嗰啲地方係幾大度啊？劏房啊。劏房。貴租啊。啊，幾多錢度啊？都過萬噶啦。過萬嘅。呢？嚟緊原本係咪即係呢個月係入伙啊？即係聚陽村攞鎖匙啊，或者叫做係咪？係啊，冇錯。啊，都記得帶埋小朋友嚟啦。其實即係擔嗱都見到有警察啊，同埋都係未經批准啦、啊。即係有冇個被捕嘅擔心咧？擔心㗎，不過其實想表達下自己嘅立場，咁我個人冇得申請，唯有參與嘅啫。嗯，其實即係除咗。即係政府撤回呢個決定之後，有啲咩情況你都可以接受咧？覺得撤回其實即係最大嘅方向，你要搞好到嗰、那個即係來隔離嗰個措施、啊、其實你選擇邊個地方係其次。嗯。譬如你簡單啲講，即係我自己啊，即係個人好市民咁樣啦。係。你即係揾啲偏啲嘅地方，可能政府租咗去，以少少單位啊，咩即係屋都好啦。嗯。咁變咗。即係大家唔會影響大家咁樣啫。即係個隔離設施係一啲比較遠離啲民居嘅地方嚟，即係啲建設比較簡單啲、嗯。政府其實都可以做到假設啦，講下咁講啊，都個好大型嘅荒廢嘅停車場，咁你起少少嘢上去，大家又有隔離嘅效果。嗯、又唔使一定要用到人哋即係準備好要入住嘅心情嘅地方，因為即係科學路仲有好多嘢噶嘛。你做完社區之後，可能師傅又唔敢。去再做裝修，咁、你啲租係咪又要再交咧？因為原身住咗個地方住，咁啊可能嗰個租約期又滿啦，咁我哋應該去即係又要開一個新嘅租約咯。你要俾生約死約啦，其實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負擔。生埋死都係為咗呢個階段啊嘛。純粹從企喺政府嗰度講兩句説話，即係譬如話。佢覺得如果啲太簡陋啊、太偏僻嘅設施，咁嗰啲去隔離嘅人又會唔開心嘅喎。其實冇話，即係簡唔簡陋係在乎做嗰個人準備幾多嘅啫。嗯。如果準備得好，其實冇問題。即係簡單建築都可以好足夠嘅設施啊資源。世界各地都做緊好多一啲即時去起嘅。嗯。
嘅設施，其實都係好人道。嗯，明白。點規點稱呼先生？唔方便透露。唔方便透露，唔緊要啦。咁我有冇咩英文名啦？求其好唔好啊？阿 N 啦。阿 N， 好好，唔該曬，唔該曬 ，N 先生。想問多幾個嚟啊？加唔加英文？咁啊，呢位 N 先生咧，提出一個比較新嘅意見啊。其實我哋真係要聽居民嘅聲音，因為真係唔做訪問，唔去同居民傾咧，我哋都唔知道。譬如佢有一個擔心就唔好話自己個租啊，即係話佢話租完之後，咁警裝修師傅或者送貨嘅人肯唔肯嚟咧？如果唔肯嚟，唔肯參加裝修，唔肯裝修，咁點算咧？咁樣咁唔肯裝修係咪都要繼續俾佢租咧？即係未攞鎖匙，即係攞鎖匙噶啦。咁但係。有冇人肯嚟裝修咁啊？係咪真係交空租咧？咁樣嗱，呢個都係一個比較新嘅係擔憂啊！我哋係未聽過嘅之前。咁啊，咁當我出翻嚟呢度咧，就成條餐尾街都係有警察啦。咁啊，頭先嗰幾位即係呢位總督察啦就係即係終於就離開啦咁啊。咁就有緊張嘅場面啦，嚇冇一個好大嘅後果啦，咁都算係即係而家呢個情況，可能大家都會比較理想少少。咁但係對於駿陽村嘅街坊嚟講，可能都係牙癢癢噶啦，都係唔知點樣去處理好噶啦。咁啊，而家我哋就喺個商場度聚集咗啊嘛，駿陽管理局嘅當局又冇話要驅趕佢哋嘅，我哋可能再傾下。會點啦嚇？咁啊，其實即係房屋當局啦、房屋署啦，或者運輸房屋局啦，其實就即係冇從來冇接觸過啲居民啊，即係冇。就算你話唔喺傳媒嘅鎂光燈下。同居民去解釋個政策，或者應該點樣嚟緊啲租啊，點處理，都應該有一個說法啊。但係到而家咧都係冇噶，嗰啲街坊而家咧就應該會散去噶啦。行到兩條街啊？係啊。即係行過去嗰邊啊？係啊。哦，邊度行？哦。去咗租係啦。係啊，同埋你係有其他選擇，我唔介意，唔係我驚翻嚟用啊，因為我等咗好耐，即係其實有一個防疫問題，個房屋問題係咪？係，明白明白。咁佢哋嘅仔咁已經退咗租，咁點算好咧？再租過其他地方？但係你又唔知佢幾時入伙啊？你點知租幾耐啊？你同佢講幾耐？租幾耐咧？係。但係你講咧，因為入咗去起碼都半年啦。係。你仲要清潔啦。係。咁啊，係咪？其實我哋咁但係出面租嘅，一定要租一年生一年死咁樣租嘅。對啊。即係如果你唔係租一年死嘅話咧，其實會好貴。好，如果我又幫政府咁諗啦，如果佢肯幫你出咗呢兩年嘅租金，你會唔會又覺得都算啦咁樣咧？其實我係想要翻翻政府嘅錢。係。OK。我唔係要錢。係。因為我長遠啦，同埋你唔係冇其他選擇。如果你冇其他選擇嘅話。咁冇計啦，係咪？你可以係酒店啦、遊輪，佢哋衞生局嗰個空氣系統唔得，係啊，好多嗰啲叫做乜嘢啊？即係嗰啲隔離咧，嗰啲隔離都係用酒店嘅，你都政府都話啦，佢其實係冇問題㗎嘛，冇病徵㗎嘛，冇危唔使驚㗎嘛，行一條街喎。去鄉前嗰邊先得過咯，真係。你諗下，你既然你講得咁唔驚嘅話，點解酒店遊輪唔得啫？尤其是遊輪，根本而家都冇人搭遊輪啦。香港嗰陣，喂，加油啊！最好嗰個世界夢號啦，都已經係停泊咗喺碼頭啦。因為都唔可以開啦，阻唔阻住你？唔阻唔阻，繼續講，繼續講。你終於唔係哦，我影唔到啊，我影。哦好。喺廣東山我就唔行前程咯。O K。係啊。明白明白。咁你個牌有啲啲同小朋友轉校啦，好似嗰啲
如果一個啲人你要放地區噶嘛，咁樣冇留仲唔通啊？你跟住你防鬼會啊？明明嗰封信都講明你哋唔好做任何嘢，出大佬，你個公司業主去噶嘛？兩個月之前，點解唔去參與鄉事委員會啊？其他唔係，我哋要留係都去等等都冇辦法噶。明白明白。係啊，所以就係、是、你最慘係你點解唔喺啲地方可以好好啊？你話嗰個西部三百零三月至得，三月中至得。喂，其實你有冇加緊啫？政府明知道會有隔離營呢樣嘢啦，見唔見到佢哋做啲乜嘢？借識去欺壓啲基層居民，係咪先咧？明白。個個俾佢打到頭破。系，系，即系用警察咧，就去将佢哋嘅声音就，即系某程度驱散开，系。系啊，你都唔系同人哋商量嘅。明白，明白，好，唔该晒，好好好，咁你继续游行先吓，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呢位太太其实就系即系帮我仔讲，我仔系准业主啊。咁啊，但系咧就间屋咧就现时就唔知咩嘅环境。咁有啲居民咧就行去火炭工業村附近一啲街道啊，行多兩條街啊嘛。咪而家啲抗議的居民啦，就夾雜住啲食 lunch 嘅啊，係上班一族啦，就喺呢度就不斷咁樣去行嚟行去咁樣嘅，咁啊，居民又唔願意話走行上去縱陽村俾警察驅趕之後咧，就落翻嚟，咁啊嘗試下一路行一路咧，就係決定。火炭工業區，軍營運作區，軍營運作區，環我進陽，環我進陽，環我進陽，林鄭出現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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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炭工業區，火炭工業區，軍營運作區，軍營運作區，火炭工業區。林鄭出爾反爾，火炭工業區，火炭工業區，軍營運作區，軍營運作區，火炭工業區，火炭工業區，軍營運作區。參加遊行的小朋友都有啊，五六人啊，呢度一個啦，後面嚟多一個啦，跟住坐 B B 車又一個啦。火炭工業區，軍營全國區，軍營全國區，火炭工業區，火炭工業區，軍營全國區，軍營全國區。原來嗰個口係軍營全國區啊，軍營全國區。自己的歧視啊，咁啊，琴日其實都在
葵聯村嗰個嘅係集會上面啦，就真係有年輕人咧，即係指出啊，因為香港不是一個具主權嘅地方，所以喺好多嘅決定上面咧，都係唔能夠係有一個獨立嘅係睇法啊。而呢度其實都行到過去駿陽村㗎嚇，同埋呢條街啊嚇，下貝灣街就唔見有警察住。等緊嘢食嘅市民都支持啦，呢啲抗議嘅市民啊！見到區議員啦，麥子榮，我只見啦喺前面就係。Go, go, go!
前可唔可以講下咧？而家即係考慮下一步行動個進展係點樣？其實依家我哋聽到政府都係完全都唔會理我哋民間嘅訴求。嗯，即係咪真係一定要？即係我哋民間訴求好清晰，係要求佢撤回。嗯，但係我哋見到其實係咪政府一定要去到批評書咁激烈嘅抗爭先肯去做呢個撤回決定咧？佢對呢個政府做到非常之失望。我哋希望呢個政府可以喺今日之內盡快回覆我哋，一定要求俾個交代海眼區嘅市民，甚至醉陽村嘅街坊。嗯，有啲有啲居民都話，可唔可以用司法覆核嘅方法啦？有冇去研究過呢個問題？有研究過用司法覆核，只不過係政府其實無論喺條文上、法律上，亦都對佢自己嘅保障都好難。嗯，所以其實我哋係比較困難嘅。嗯，明白。好，唔該你先啊。咁啊，大家都要明白嚇，司法覆核咧就係即係睇條文。跟政府做呢個決定係咪合法啊？咁啊，所以其實就正如頭先麥子健所講啦，就條文上面對政府嗰個嘅保障好大啊，咁即係所以政府咧就有好多嘅權力係可以去處理到呢個問題啊。咁而家一啲居民就冇行去俊陽村嗰邊啦，呢邊係俊陽村，警方都重布防啊，見到啲警車咧多到咧真係嚇死人啊！1、2、3、4、5、6、7、8架，仲有一啲警員喺度。咁啊，但係啲市民就冇行過去嗰邊㗎啦。咁啲市民咧喺呢一度見到俊陽商場嗰邊嗰個布房咧都哇哇聲啊，真係啊，唔知咧以為呢度咧捉緊桂炳強。而家見到咧啲防暴警察行緊過嚟喎。嗱，呢度咧就係貴地街啊！咁啊，呢度一路行上去咧就貴地新村啦，都比較遠噶。咁啊，唔知條貴地村喺邊度嚟？而家警方咧係要落一落車啊，過曬嚟咁樣。咁定係企喺路口咧算數咧？警员都系咧喺沿住行人路咧摄紧过嚟啊！咁啊，市民决定喺呢度算数啦，行到最近俊阳村呢个位置。哎呀，都見到俊陽商場四隻字啦嚇。咁睇嚟黃警察又冇準備再行前啲啦，佢哋就喺個十字迴旋處嗰度就布防啊。警民雙方距離大約成100米有多啊。咁其實咧就好明顯，呢條貴地街咧以前原本貴地村就喺呢度嘅，咁但係咧而家拆曬變曬高樓大廈之後咧，就起一條貴地新村，就喺正俊陽村咧嘅樓上啊！啊，呢度行上都差唔多成公里遠㗎。咁其實新界好多地方都係咁樣㗎啦嚇，原本咧係有一條鄉村喺度，咁但係發展咧就變咗。咁啊，另外啲地方度再開起過啊，譬如大圍村都係啊，譬如大圍新村嘅。咁啊，而家咧就係喺呢個貴地街啊，行過去黃竹洋街嗰個嘅路口中間迴旋處咧，差唔多有80。民警員，喂，唔需要，冇，真係，唔收得㗎，唔好意思，thank you， 咩唔收得㗎，真係唔收得，真係唔收得，唔係唔收得，冇，我唔收，thank you， 唔好意思啊，真係啲性情難卻啊，咁啊啲市民咧見到警察咁重布防咧又離開啦嚇，咁就明顯地咧，因為現場係。真係有好多係太太啊、小朋友啊等等啊。
而家望到呢边咧一堆啦，呢边又一堆。我哋后面啲街坊咧就决定避其锋芒又向后向走啦。大家去睇下咧，呢條街啊，呢條嘅係阿貝灣街啊。如果咧係冇遊行示威咧，嗰啲車咧係入唔泊噶，泊到 double park 三條線過咧，大部分線咧都冇人會理嘅。而家居民街坊咧就沿亞貝灣街向翻咧係火炭嘅係火車站方向進發啦。小店咧就啊，準備啲茶俾啲街坊添嘛。居民，所以大家都見到啊，究竟即係居民嘅行動得唔得到市民嘅支持咧？啊，呢個都係一個嘅係。可以話一個象徵啊！到而家咧，就雖然都已經係即係原同原本嗰個行動咧，就有啲時間上嘅距離。咁但係其實咧，都仲有差唔多過百名市民繼續參加呢個區內遊行啊！
從頭下路運嘅，要從頭下村啊！香港人排隊，火炭工業區，瘟疫運作區，政府唔放心，香港人埋單，火炭工業區，瘟疫運作區，瘟疫運作區。市民咧就喺阿布灣街呢度咧路行啦，去住嗰一站方向，咁啊暫時都唔見有警察咧喺附近咧係欲阻止佢哋噶。可能居民都希望用呢個嘅遊行方法咧嚟去話俾喺工業區工作嘅市民知道啊，雖然你唔係住喺呢度，咁但係咧呢度如果進陽村。成為一個檢疫設施嘅話咧，對大家嘅生活都係有影響㗎。香港人民啊！就其實當然啦，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我而家喺度咁樣一個遊行啊，可能都冇乜用啊。咁但係其實咧，就比起一宣布咗知道進陽村成為咗一個嘅檢疫設施之後咧，其實嗰日都係已經有一個嘅係遊行咧，係想係召集嘅，就係、是、喺火炭站附近。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睇我哋嘅直播都見到咧，就係即係嗰個嘅係。我覺得有啲市民咧嚇，啲附近工作嘅先生咧，自己揸下電單車嚟咧協助幫手咧封一封條路啊！咁啊，大家都知道嘅，上一次我哋喺即係火炭站附近咧嗰、那個嘅直播裏邊咧，見到咧就完全搞唔成噶。咁但係今日咧就行得成啊，仲行咗好耐添。咁啊～都是一種咧，係轉變啦，由做唔到變到做得到啦，咁樣。而家啲居民咧就行翻上去咧，就係火炭火車站啊。我哋咧揾機會行翻入去啲居民嗰度，因為呢度咧，估唔到啲車咁闊。保护船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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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
疏导交通啊，咁啊疏导交通好简单啫，攞两架单车已经够噶啦吓。而家游行嘅队伍咧就行到嚟啊，附近火炭车站附近嘅和香街。香港人埋单！政府放宽，香港人埋单！居民而家行上去，市民行上去火炭站。上緊去火炭站啊，唔知係咪會行去誒，即係御龍山嗰度，仲有一樣咪銀禧路啊，佢都係嗰度咧，就係繼續佢哋嘅遊行啊。欢迎民众们，
们现在就在火炭站外面啊。欢迎运动区，火炭工业区，火炭工业区，欢迎运动区，欢迎运动区，林郑反口，林郑反口，强抢民居，强抢民居，政府唔公关，政府唔公关，香港人民，香港人民，火炭工业区，火炭工业区，欢迎运动区，欢迎运动区。繼續行啊，我要進警員嗰個方向啊，唔理花園個方向行過去。香港人埋單，政府唔公關。香港人埋單。咁話參與遊行嘅人士咧，大約仲有大概100人到啦嚇。这个画面都挺有趣啊，这条路应该从来都是很少机会会出现这些游行的情况啊，因为这条路的旁边全部都是私人楼宇。警车啊就出现啊，香港人埋单，林郑唔公关，香港人埋单，林郑唔公关，林郑唔公关，火炭人埋单，火炭人埋单，林郑唔公关，林郑唔公关，火炭人埋单，火炭人埋单，林郑唔公关，林郑唔公关。咁啊，見到有啲內地朋友就話：，誒、哎、必須要隔離設施喎、哦，嚇、啊！咁呢個都係説法係啱嘅。咁不過，即係意大利啦、日本啦嗰啲嘅隔離設施咧，就係、是、當地嘅軍營啊。日本嘅僑民啦、啊，離開咗設橋去到武漢咧，設武漢設橋之後咧，佢哋係去到自衛隊嘅軍營度咧，就係、是、做隔離。意大利都係㗎。咁啊，其實擺軍營係最冇爭議啦，即係。個個都唔係，就公務人員啊，就為理論上咧係為國家咧就係、是、最信任國家，亦都願意為最為國以為國家犧牲嘅人啦、啊。咁啊，香港可唔可以去思考呢個方向咧？保護我們，啊，咁係人都知係要隔離設施嘅，但係咧就有唔同嘅理據嘅，有啲人咧就話喂嗰啲。隔離設施全部都喺泛民議員嘅區域嗰度嘅喎，咁啊，公道講咧就因為太多區都係泛民議員啦，咁所以咧就你話有針對性咧就好難證實嘅。咁但係毫無疑問就係而家好多呢啲嘅相對嘅診所都係喺民居好近啦，譬如琴日我哋見到個南葵涌賽馬會普通科診所啦，真係一條路啊，100米就係民居啦。咁啊，你可以話啲居民係唔理解啦，咁但係即係都要政府一個好強嘅理由啊，先至可以信服居民。咁但係你居民市民希望你封關，你又做唔到。醫療嘅物資、口罩又唔足夠，
甚至而家連衛生紙啊、清潔液啊都冇。咁你要居民獲得個信字咧，就真係好艱難啦。唔知道而家啲居民諗住行嗰啲係咪諗住行進警員咧嚇？定喺呢度？睇嚟會喺呢度咧，就係會轉彎咧，都唔係好繼續行喎。佢哋希望將呢個嘅呼聲咧，就係行去每一個火炭嘅角落，希望咧就全個火炭居民咧都係會知道佢哋嘅訴求啊，亦都明白呢件事唔係淨係佢哋進陽村居民嘅福祉問題啊，係成區嘅人嘅問題。係一位女士咧，嗌佢哋加油啊！居民信政府啊，譬如包括信政府讲话离隔离嘅人咧系低风险啊，话系冇影响啊，对居民影响好细啊。咁居民政府要喺其他方面都做到令居民系放心先得噶。咁但系封关唔做，咁啊而呢个嘅系防疫嘅用品亦唔足够。就變咗咧，就好難揾到咧，係政府揾到話一啲嘅係居民信靠政府嘅理由啊！火炭人加油！火炭人加油！政府復軍！佢真係諗住行到去進警員喎！政府唔復軍！政府唔復軍！火炭人！咁其實進警員嗰邊咧，就通去大埔嘅迴旋處有幾條咧，就原居民村噶。咁啊，可能佢都係想行去嗰度。保護火炭！我哋行到嚟銀禧花園對面咧，就希望呼籲啲喺呢度啊，住得比較係好嘅居民咧，就係保護火炭啊！希望啲居民都明白。真係唔係淨係進陽村嘅自己嘅事啊！政府唔復軍，政府唔復軍，火炭人埋單，火炭人埋單，政府唔復軍，政府唔復軍，火炭人埋單，政府唔復軍。依家系咩屋苑咧？唔知啊，但系啲市民都喺呢度嗌上嚟。哎呀，佢见到个镜头一影上去，即刻匿埋咗添。咁佢又想嗌咗一声加油噶。
我哋咧就喺呢度啊，乐顺径前面咧就系嗰班马路行翻过去咧就火炭嘅火车站啊！政府封关，政府封关，火炭人埋单，火炭人埋单，政府唔封关，政府唔封关，火炭人埋单，火炭人埋单，政府唔封关，政府唔封关。火炭人埋单！还我火炭！还我火炭！保护全国！保护全国！还我真人！还我真人！保护火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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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啲小朋友真系好犀利啊！行咁耐。喺个区里面转嚟转去都继续参与啊！居民而家咧行咗入啲市民行咗入去咧，就系银禧商场入边、银禧花园入边嘅范围啊，唔系银禧商场。哇，有啲担心啊，因为两只狗啊相遇啦，咁啊大家就互相打一个招呼噶。哇，呢度租地都有啲狗嘅粪便。市民咧，而家就遊行嘅市民入咗嚟銀禧花園呢啲地方度咧，就有啲意見嘅表達，咁啊亦都唔見有任何保安啊阻止咁樣噶。
入咗嚟嘅市民又好自覺地冇再嗌口號啊！可能因為出面呢條街太窄啊，其中一個原因係嚇，佢哋咧純粹取道嘅啫嚇。翻嚟咧就御龍山啊，正正係呢個嘅係火車站嘅對面。咁就御龍山曾經有一個嘅係確診個案㗎，咁所以係都係一個係監察嘅係即係所謂啦嚇，唔好太介意啦。嗰、那個所謂疫下嘅名單啦嚇。居民翻嚟火車站係咪會應該散去咧嚇？咁啊唔係因為我攰嘅，因為好多參與嘅都係小朋友啦，係咪？政府唔通关，好啊！你几时？火炭人埋单，一阵间啦，政府唔通关。
行啊，波車。我係人民軍。唔好講，唔好講粗口。政府唔公關。我係人民軍。我係人民軍。居民咧就應該個遊行咧就路線行就完啦，咁啊留翻喺火炭站喺度咧就繼續做一個嘅抗議。火炭人埋單！火炭人埋單！政府唔公關！政府唔公關！咁啊，區議員同埋啲助理咧就喺呢邊傾下下一步行動係點啦。大聲少少啊！我冇麥，其實冇事。火炭人埋單！火炭人埋單！無視火炭人！無視火炭人！瘟疫運作區！瘟疫運作區！無視火炭人！等等啊！無視火炭人！瘟疫運作區！瘟疫運作區！唔好意思啊，可唔可以請啲街坊一間係啊講嘅時候靜一靜先？唔好意思啊。唔該唔該唔該各位。未得。好，咁其實我哋今日嘅遊行個目標同埋個聲音亦都好清晰。咁我哋喺尋日已經收集咗超過10,000個聯署，就要求政府去撤回長村做隔離營呢個決定。但可惜今日收到消息就係話，其實政府已經派員喺承萬商分別將啲煤氣、家具、凳、風扇咁樣，係已經今朝已經運咗入去。晉陽村的某一些單位度，其實政府已經揀了晉陽村最日流的某些單位嚟做一個隔離營甚至檢疫中心。而依樣嘢我哋完全唔知道，反而要透過一個居民佢自己影，偷偷摸摸咁樣影，先至知道呢件事。我哋覺得非常之失望。而今日晏晝亦都聽到一個消息，政府會將一啲床褥同埋啲牀都會分別搬上去。
點解呢個政府可以咁出爾反爾？開頭就話用唔會用公屋做一隔離營，但依家就強行即用進陽村，甚至犧牲埋我身邊新入面咁多位超過4000個家庭嘅福祉。我對呢個政府進行強力譴責。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今日盡快撤回呢個決定。另外，我哋進一步行動亦都會想喺今個星期日搞一次火炭區嘅大遊行。我哋希望呼籲更加多火炭嘅居民可以出嚟，一齊要求政府去反對呢個將進陽村做一個隔離營嘅決定。希望咁多嘅火炭人今個星期日一齊拒絕火炭成為一個疫區。希望咁多嘅火炭一齊出嚟，用人數同呢個政府講，我哋係堅決反對呢個隔離營嘅決定。其實我哋尋日亦都分別去信咗食衞局，去約見要求約見副局長，要求開一個召開最快召開一個居民大會，甚至同居民甚至同火炭區嘅居民同埋進陽村嘅居民有個交代。但可惜依家仲未有回覆，希望局長可以盡快召見我哋，要求佢同我哋居民有個交代之外，亦都要盡快撤回呢一個決定。咁喺星期日，喺今日到星期日期間，我哋唔知會發生咩事。我哋而家唔知政府會唔會已經係派人入去住，但好希望特區政府可以盡快撤回。會唔會覺得即係其實居民最需要係個住屋需求啦？會唔會即係同房署啊或者運輸房屋局去傾，其實嗰個實際安排會係點樣會理想啲咧？我哋希望嘅一個居民大會就係要有食衞局啦，有衞生署，有火署，因為衞生署佢係要確保翻成個火炭周邊有啲咩保護措施，因為佢成為一個檢疫中心之後咧，其實周邊嘅居民、原居民都好擔心，其實究竟一啲醫療廢料嘅處置，甚至一啲24小時嘅保安系統，因為啱啱我哋都見到，今朝已經見到政府已經安排咗一啲紀律部隊嘅義工喺度駐守，其實會唔會最後佢哋都係用佢哋去駐守翻成個進陽村呢？因為我哋好擔心，其實病人會唔會因為呢啲紀律部隊義工嘅權力而周圍走，喺火炭周圍走，去上水圍村食早餐，甚至去到工廠大廈度消費呢？呢啲係增加咗人同人之間嘅接觸，所以係令到個病毒嘅傳播更加容易去爆發嘅。另外，其實房屋署方面，我哋都希望房署盡快俾一個時間，就係話究竟居民等係等幾耐，同埋佢哋有啲咩補助俾居民呢？希望可以早一步同居民講，我哋唔想見到政府再一次再挑起居民。點解呢個政府犯錯要同一啲基層，要揾啲基層去埋單呢？我哋感到非常之失望。上葵涌嗰度咧，即係葵聯村咧，啲街坊就係如果即係有隔離人士入住咧，佢就會用人鏈包圍。你會唔會有類似嘅行動咧？我哋希望更加多火炭居民可以一齊出嚟反抗，無論係咩形式都好，但希望大家可以參與嚟緊星期日嘅大遊行。好，係咪會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啊？我哋陣間會去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好，唔該曬，唔該。唔該曬。咁啊，啱啱咪就係區議員啦、麥子健啦，就交代嘅嗰個嘅係行動啊，就將會喺星期日申請係遊行啦，進行咧係不反對進行咧呢個嘅係即係希望再向政府嘅建議，唔好再用咧係進陽村作為隔離設施噶。其實已經冇官員啊，電話書信亦都冇話做。咁啊，佢啱啱都話咧，其實佢哋係冇辦法揾到官員㗎。要睇新聞先知話，今日將會去使用呢個進陽村嘅隔離，我覺得真係呢個政府係完全上架，所以。我先住兩個，呢個係咪係關於點樣？之前聽講唔得，即係兩間嘅，打入去啊。咁暫時咧，呢個進陽村咧，就頭先阿麥先生都提到咧，係即係佢自己知悉咧，就係政府都將啲物資咧運咗上去部分單位啊。咁不過就暫時都係未有消息話會已經開始使用啊咁樣。
啊，今日呢個嘅遊行啦，相信已經係即係差唔多係尾聲噶啦。咁就啊，居民嘅意見就好清晰啦。咁但係政府睇嚟都唔會咁輕易咧，係改變嗰個嘅係態度。咁啊，我哋都會繼續咧跟進住駿陽村嗰個情況噶。咁啊，希望大家繼續留意啦立場新聞嘅報導。咁我哋喺呢度嘅直播暫時就過一段落啊。咁啊，定係影一陣先，好似安全啲咧，不如影一陣先啦。咁啊，附近就唔見有任何警員喺度咧，就睇嚟會有任何行動嘅。真啊，真，有冇下單啊？依家個街坊話咧，我哋咁快，跟住咧最近嗰個位有幾？哇！一齊再望一望，影幾張相啊，傾幾句咁樣。咁啊，睇嚟都情況係如此平和啊嘛，應該遊行嘅市民都會陸續散去啦。咁我哋嘅直播喺呢度先，咁啊，歡迎大家今晚咧或者晏啲繼續留意我哋各個地方嘅直播啊。喺度講啦，先再見，拜拜。